新港乡那优惠为着推广基层那球运动，举办运动爱台湾新港乡那球社区联谊比赛，为期三天的比赛哦，和爱运动的乡亲朋友有互相交流的机会，伫咧球场顶面比球技展现活力。今年暑假上热血的篮球比赛，等咧新港高中落来登场。新港乡篮球会办理运动爱台湾新港乡篮球社区联谊赛，以高中球队为主，邀请来自七间学校、11支 JHBL 强队，展开为期三天的热血激战。我们借由这一次办的比赛，邀请这么多学校来我们深港参加比赛，也借此这个机会来提升我们深港的在外的那个能见度。他也希望这些球员在这一次的比赛能多多认识一下我们深港，难得有机会来到深港这个地方，他也难得深港国中第一次是以主场的身份去办这个比赛，也希望我们深港乡民有机会的话多多来帮我们在地的深港国中的球员加油。这些学弟学妹都在我们外县市都打得不错，好多亮眼的成绩带回来深港国中，也希望借此这个活动带到我们深港乡很多，让我们深港乡民知道我们的活动，未来希望我们的篮球的活动办在深港国中活动中心，让很多家长还有长辈还有很多乡亲们知道，让他们踊跃来参加来观看他们的比赛。头一天第一场比赛就由当得主新港国中赢在新港国中，新港国中的球员面对今年国中联赛甲组的亚军队伍，利用快打旋风的阵术甲精准的外线，歪予对手又开比分。学校里面非常重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交流活动，提升学校学生的一个那个学习的技能，然后大家互相切磋球技，那也顺便培养学生运动家精神，胜不骄，败不馁。那这个活动，借由我们篮友会大力的赞助，还有我们社区民众跟我们县府的一个支持、公所的支持，所以在这个活动里面，我们希望这样子的活动能够继续的举办，然后也提升我们深港乡、深港国中的一个能见度。游英行会长表示，新港国中的篮球选手非常优秀，为了备战联赛，常常拢去外地参加邀请赛。今年总算有机会伫家己的主场赢阵强队，也欢迎新港在地乡亲会当多多到球场替新港的选手加油打气，享受热血的比赛。中华新闻叶宏武，新港采访报道。